而家啲老師工作即係工作上遇到嘅困難。咁你就話啊，而家啲老師咧，即係教書咧，就唔止係教書咁簡單啊，即係仲有好多執生位咧，要自己醒目啲嘅。咁即係你會唔會覺得而家教書嗰個壓力咧，比以前仲大嘅喎？即係好似日日咁踩緊紅線咁樣，而你哋就係、是、即係最前俾，即係而家教緊書嘅老師就係嗰啲即係隨時會踩地雷踩屎嗰班咁樣。會㗎，即係譬如我哋係咁講啦，我咧去代課咧、我通常咧就會同定翻學講喂啲行政嘢或者好重要嘅嘢，班主任我唔做。系，系啦，班主任我帮唔到手，点解咧？因为咧有阵时，而家通常我代亲课都系啲第三组别嘅学校啦。咁佢哋咩叫第三组别啊？我唔识，即系 band one、band two、band three 啊。哦 ，band three 咯。哦，最渣嗰只咯。系，咦？而家学校分 band one、band two、band three 系啊，冇 band five 噶，冇噶。系啊，以前我哋嗰代系一二三四五噶嘛，系啊系啊系啊，而家三噶咋，系啊，因为惊低处未算低啊，唔可以标签学生嘛，哦，咁但系而家又有分 band one、band two、band three 嘅，因为 band one 嘅系咩学生，band two 系咩学生？呢个 banding 咧就唔系你自己考嘅，系喺呢个 banding 咧系小学升中学嘅时候咧，去计之前嗰三届学生啲成绩平均成绩，系。就去判斷那間學校的細路屬於 band 幾，係，那你咧就屬於 band 幾，哦 ，OK， 係啦，所以你去考佢哋中小學五六年班情分試咧，個考試唔係為自己啊，係為師弟嘅，為師弟做嘢，為師弟做嘢，前人種樹後人享啊嘛，冇錯啦，先人種地就後人耕啊嘛，冇錯，呢啲係理所當然的喎。咁所以咪佢咪想咁樣去避免咗個標籤咯，但事實上你冇分別噶，你三個 banding 同五個 banding， 係啊，咁而我通常而家代課都係代 band three 噶嘛，係，咁而嗰啲通常都係最早即係、就是、收生不足嗰啲嚟噶嘛，係點解咧？有邊個你嗱學生越嚟越少，係，咁你 band one two 啲位都係咁多啫嘛，嗯，咁你 band three 啲咪有機會留上去咯，嗯。即 band four 上 band two， band two 上 band one 咯，系，咁 band three 咪少咗学生读书咯，嗯，系啊，咁少学生读书边度嚟啊？啲学生跨境咯，哦，我成日都听见跨境学生嘅，即内地学生系啊，即我试过喺马鞍山代课，系，佢系有呢个免费五线，免费校车，生有免费五线免费校车，同埋免费书本。为什么可以免费的？那谁给钱？他免费了，那有人给钱的，学校给钱咯。是啊，跟着只要他肯来读就可以了。是是啊，哦，要这样收生啊？我上次代那间就就晒考嘛。是，你今年你有没有见一开学第一个月出了新闻啦、啊、今年小一小全港少了十四班嘛。是啊，慢慢越来越少，跟着你上到中学你就拿嘢㗎喇。是啊，咁早几年已经少了学生，咁其中一样点样去解决就是容让啲细路仔落过嚟读书㗎嘛。嗰啲咪叫跨境生囉。嗯，嗰啲有啲係双非，有啲。但我见话有啲疫情下好多跨境学生都嚟唔到上堂囉。咁跟住咪就要网上囉。网上啊，网上网上网上。係係係。係啦。係。咁咪上网上堂囉。但而家仲有网上堂嘅。都未通关，咁啲细路落唔到嚟，咁咪 online 囉。但嗰时唔係话即特登特事特办俾啲学生落嚟返学嘅咩？有啲即日噶嘛，咁如果而家你都冇即日來回，咁佢留嚟香港住，屋企又未必有人照顧到，又未必有咁嘅錢，你都知香港生活指數都唔低，係啊係啊，嗰啲家長其實到最後都要帶翻啲小朋友上去生活噶嘛，係啊，咁所以咪有一堆，但佢又唔願意放棄香港學位噶嘛，其實我又覺得有啲細路慘嘅，佢喺香港讀書係攞香港學位嘅路，咁佢內地係冇，即係嗰啲你哋户口噶嘛，你哋講緊嗰啲雙非啊嘛，係啊，佢內地冇户口冇書讀喎，係，咁一定焗喺香港讀噶，係，咁但係佢又落唔到喺香港住，咁佢而家咪點咪上網咯 ，online 咯，嗯。但系咁到最后佢都要考试嘅，咁点搞？咁所以咧，
教育局好得意嘅，唔系教育局，对唔住，讲错咗，考评高得意嘅。系，如果个细路咧，要喺公开试之前落到嚟啦。系，咁仲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假设因为疫情而取消公开试话咧，咁不嬲都系有特殊情况噶，佢哋系会攞校内成绩，我嚟做参照，俾翻个分出嚟噶嘛。系啊，咁所以咧，佢而家就讲到明嘅，你考评高嗰班咧就要求啲学生你。学校要安排个模俾佢哋，系学生要自己预时间来考模。你冇喺学校考模咧，你又考唔到公开试咧，你就冇成绩啦。当你冇成绩，出唔到成绩。吓，啊，咁你出唔到成绩，你点升大学啫？其实而家嗰啲跨境学生咧，有冇带俾啲老师好多嘅困扰嘅？跨境嘅学生家长带嚟好大困扰。哎唔係學生係家長啊，係啊，點樣困擾啊？香港嗰啲即係之前都成日嘈啊，困住屋企搞佢唔掂啊，好多衝突嘅，內地都一樣噶。係，咁然後佢哋惡上網，你要去有效學習咧，你要開鏡頭啦。係啊，好啦，細路唔開鏡頭咁點？係咯，咁細路唔交功課咁點啊？老師又隔山打牛，搞唔掂喎。咁老師咪煩家長？係。咁家長又搞唔掂啊嘛，咪發翻爛渣，即係攞老師嚟發爛渣出氣。我今朝先聽住個同工喺度呻，佢有個內地家長，寫信俾學校，係話建議學校咧，不如開一個微信家長群，係等家長可以發表意見，係同埋請老師咧多啲關注咧內地嘅同學，係唔好成日顧住。香港的同學，跟住咧個同工就同我呻啦，係講曬錯噶，係佢話由開學到而家，係開咗家長群，叫個家長入群，死都唔入群，點解咧？唔知係跟然後同佢講細路啲嘢咧，話佢細路仔冇上網上堂，係佢會同老師講上咗啦，好啦，跟住然後話佢冇開鏡頭喎，家長話冇理由嘅，佢肯定係上緊嘅。係，又或者話肯定嘅，唔知喎。跟住又或者話佢，喂，你個細路個鏡頭對住天花板喎，唔知佢係咪上堂喎？家長話冇理由嘅，佢一定係上堂嘅，我睇住佢上堂嘅。跟住細路唔交貨啦。係，阿媽話冇理由嘅，我睇住總課嘅，跟住影埋相話俾知，喂，真係收唔到功課喎。係，咁咧。他就話佢就怨啦，老師你唔話俾我知有咩交課，我點樣督促我個仔到咧？跟住咧，哦，係啊，咁佢又冇老師嘅提點下，佢又點肯定佢學生佢個仔女係做緊功課咧？哦，所以咁難攤啊！哇，你對住啲怪獸你可以咁問啦，係搞幾耐啊？跟住我同工勁興咯。因为副校睇到封信，真系问佢：，喂，你点做嘢噶？问佢咯。即校长就唔会理解老师嗰个情况，只系会觉得老师冇做好自己嘢。佢第一时间会问咯，即系会即系嚼咗来先咯。好彩就系个同工有同个家长个对话噶嘛。咪怼过去俾老细睇咯。咁老细睇咗之后就 O 咗嘴咯。是啊、但老细点解佢哋咁唔明白事理咁嘅喂？因为通常做得校长、副校嗰啲都唔使做班主任噶嘛。系啊，咁你要明白而家呢个疫情之下嘅教育环境同以往嘅教育环境都几大转变。系有咩转变啊？你以前你唔会有呢啲网上上堂噶嘛？系你即系实体噶嘛？即系你啲细路争你功。课位上唔到堂，有即时处理。而家 online 好似话斋隔山打牛嘅，你有啲咩烦家长？但家长即系好似呢件咁嘅怪兽咁样，哇乜都撑个细路，你点做啊？做唔到嘢噶。系啊，调翻转头仲要怪责你添。即系头先讲话，喂，你都唔话俾我知咩功课做，我点知啊？系啊，即系激到个同事死。个同事先至仲好笑啊！而家咪政府咪有2500蚊教育津贴嘅。是给哪个的？给所有学生可以申请的嘛。是啊。我来帮学生的嘛。是。他联络这个家长跟这个家长说。他第二天就找人过来拿一封申请表。是。隔一天就签到回来了。喂。那怎么签回来呢？真的匪夷所思。但是你又问不到的。是。是啊，总之是签了回来了。
佢又同你讲，佢又话：诶、哎，老师，我已经交咗啦。咁咁急咩？唔知啊，因为经学校交噶嘛，嗰份表系啊，系 啊, 啊，有要求噶嘛，教局，嗯，啊、所以咪好笑咯、啊，喺啲咁其实个学生同个家长系咪喺香港啊？唔知道啊，但系个家长坚称自己喺内地嘅，系系啦，好特别噶，所以。呢啲類似呢啲情況就係好層出不窮啊！你都不根本唔知道究竟係真定假，唔覺得唔 make sense 嘅咩？覺噶嚇。咁、啊、但係嗰陣我話俾你知，我喺內地，咁你點？嗯，你出唔上啊？嗯，係我。咁其實喺咁嘅情況下，即係你覺得有呢啲咁嘅跨境教育，其實對老師或者對學校、對香以至到對香港。会不会有啲乜嘢麻烦嘢咧？麻烦我又唔觉得有啲咩麻烦嘢，但系咧亦都老实呢几年疫情之下咧，好多细路唔知咩叫规矩嘅，嗯，系啦，嗯，又或者家长佢点样凑细路仔咧，其实真系好影响细路个成长，甚至乎、嗯、个细路日后大咗点样对个家长咧，系。真係衰啲講句現眼報嚟噶，何出此言咧？阿寶老師，即係我見過個細路係譬如頭先講類似呢啲啦，即係個細路仔就好唔受教，或者係唔願意上堂啦。嗯，咁屋企有佢啦，係，咁甚至乎撐佢啦。嗯，咁好啦，咁最通常呢啲情況，我見到有個 case 係佢重讀又重讀咯。嗯。他由疫情开始读中二，读到而家都系中二啦。吓，三年都读中二？系啊，因为劲抽个细路仔上到堂，系咪头先讲嗰种啊？我去上网课，系跟住就唔出现啦，同、嗯、家长讲啦、嗯，家长呆完就算啦，又或者撑佢啦，系啊。咁最后就系重读完就重读咯。呢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年费1000蚊，请即订购支持。